在发抖。我们真的赢了吗？真的，我告诉我，真的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你也不敢相信什么话？没有，其实已经画面已经先想好了，想到了，先赢球。我觉得这场比赛，都是每个人尽力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团结，而且我这次回来，我真的感觉到球队的信念越来越强大，因为你必须要有信念，才能更有凝聚力，才能打好比赛。好，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就为了共同努力。好，希望非常的辛苦。对，我其实我很卖力啊，就为了这个赢球嘛，希望继续努力啊，不会满足了。不会满足。对，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比赛，加油，台湾加油！七个通啊！谢谢。